让我操一下，中国配偶从未行房。抓龙抓后卖抓到恰杂波，哎，如果很不巧恰杂波是老婆该怎么办呢？桃园刘姓男子2年前与中国汉妻在福建省福州市登记结婚，没想到来台后他性情大变，不从事家务也不工作，甚至拒绝跟刘男行房。后来因汉妻跟刘男母亲相处不睦，两人搬出家里，刘男双亲好意去探视他，还跟他们吵架并踹婆婆，最后说好一起去台中，他却飞回中国音讯全无，跟男忍无可忍诉请离婚。林女在法庭上称他拒绝行房是因为刘男每次都会跟他说你定位走路啊，他觉得不被尊重。高等法院认为双方已无法沟通，共同生活没有意义，判离获准。董新闻综合报道。